以为自己的英语水平高，教孩子没问题，没想到 smile 专家的方法也试过了，孩子就是没兴趣。 Peter picks a peck of peppers。 孩子学英语其实没那么难。 Head Eyes Shoulders 达达英语在线一对一欧美外教，孩子流利口语就这么简单。